我是吴继兴哦，现在我们是在台湾大学哈椰林大道上面走着哈，大家可以看得到今天哈算是很热哈，三月六号非常热哈，很多花哈，我们等一下拍一下花的景色就好了哈。哎，我觉得还好，这边有一栋建筑物，这个就是台大哲学系系馆了哈。我们从侧边看到哈，哎呦，这个很多花嘛哈。哎，这算总算拍得到很清楚的花了哈，哦，好漂亮哈，哦，粉红色的哈 ，I saw very beautiful flowers blooming in Taiwan University. OK, it's so beautiful. OK, 哦，非常美哈，哦，这非常美哈，这在椰林大道上面哈，我们可以看这几种花色哈。主要是几种花色，大家最喜欢一个是纯白的嘛，哈，一个是姹紫嫣红嘛，用粉红色的，很讨喜嘛。纯白是代表纯洁的感受嘛，哈，非常漂亮哈。It's so beautiful, white flowers, pink flowers, and red flowers. Okay, besides us is a famous Taiwan University. Okay.